GoGo 直播室阿兵来当班，欢迎收看阿兵播报新闻。现代人时常会打包食物吃，现代人时常会外带食物吃，导致出现越来越多的塑料袋。你们知道这是多么不环保吗？阿兵很乖，每一次都记得住自备饭盒，每一次都记得自备饭盒，尽量不拿塑料袋。其实环保并不难，只要大家都少拿一个塑料袋，即买即买，积少成多，就能保护地球。记得不要再拿塑料袋了。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，我们下次再见。